最后一天，最后一伏了 ，last 伏了 ，last 伏。后小六开到红变，妈的还两张狗屎哎！如果我姓游的话，我就直接改名叫游戏王了。可惜我姓福、欸。你们有在讲话吗？有啊，有啦，有啊，完蛋！还是其实是都没问题，但是你聋了。你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听得到。我换的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什么？我换那个管理员打开了。我看管理，我换管理员，管理员是怎样啦？请问主播怎么样才能抽到红片？感谢奶哥五十颗星。这时候就要有几掰的说，又难抽吗？我操！是你们要福吗？我们正在福啊。可是小六，我昨天说你要福，跟我讲，你怎么没有跟我讲？嗯，可是已经满了。唉，小六啊，完蛋了，Big 还是怪小六，叹气。我太离奇了！我标题原本还打晚点服，我还问有条，那今天要服吗？可是那也没有冲突，你还是可以服啊。没得服，没得服、啊。可以跟观，你可以跟观众打观众。瓜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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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瓜种。算了吧，那个反正本来就没有算你啊。那个李迅说他今天好像有观众场，你要不要去加他的？哎呦。你看，还是八毛好，他也帮我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小六直接说：“你啊，你去怪澳洲，他要负一半以上责任。”他刚才这本来就没有算你，马上忘掉。没有，那是他先呛我的哦。而且小六，你知道我发现你们在打落之前，我在唱歌，我们唱了什么歌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我刚好唱了动力火车的《我很好骗》。请问有小六骗 Fik 事件男人包吗？不是三十秒前都才刚讲完，他也你要懒人包是不是？懒人包就是小六说谎啊，那没什么，这够懒的吗？跑去哪？要跑去哪？啊，你要跑去哪里？哎、欸，一起太多人了吧？好，可以，苗杰仔，小六运气用光了，他还没啊，他这个人一辈子运气都不用光了、啊。他哪一天突然说他中了那个乐透二十几亿，我眼皮也不会眨一下，但是我的膝盖会跪下来。一直转的话，就叫阿北把中华电信买下来。买下来的，买不下来了。就说他真的中头奖也买不下来啊。对啊，二十七亿可以买一座电话亭放在小六家吗？买电话亭干嘛了？现在还有人在打公电话。不是，买一个电话亭放在我家，跟买一部手机给我有什么两样？手机可以滑，电话亭还不能滑嘞。老子直接拿一个手伸。哦，不是啊，他不是买电话亭，是买一座电塔了。你想干嘛、啊？致癌啊！哎、欸，还没说人家会致癌，对，爆掉！妈，五 G 机器人盖不了，都是你害的。没有啦，乱讲的啦。五 G 开来盖我这边，帮观众一人买一座电塔。哎、欸，一座电塔大概多少钱啊？有没有买过的人啊？买定超贵，谁要买那个、啊？谁要买那个啊？这世界上有太多东西比电塔好了吧？为什么要买电塔？我只买得起电塔模型。哎、欸，电塔是那个有鸟会站在上面的那个东西吗？那叫电线、啊，那是电啊，那是电线杆、啊。电塔是很高的那种啊，灰色的。你说艾菲尔电塔吗？铁塔啦！阿北现在开头都不会说自己没中乐透，他已经承认了、啊。不是，我已经放弃解释。我们每讲一次，我就要解释一次，很累。我对电塔最新的记忆就是。在红色警戒里面看过而已，那个是攻击别人的电塔吧，不太一样。那个真的会把你电成灰、欸，不是电塔，不是那个比萨电塔，你们不是那个啦。打一下嘛，塔都给你，塔都给你。完了，后面小飞手没过来，好笨啊！哇，落单啦，洗板。我们来救你了，鸟鸟。鸟啊！鸟鸟，这里有人哦，这有一个，我假了，我硬假了，是。好，跑去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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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偏塔！
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加在加在加！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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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走不要走！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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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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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没有没有，操你太多！哦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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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痛哦！哎！之前去日本学校交流的时候，用 FB 都不太有人理哦。啊，你有去日本留学过？这个金亚是怎么飞？是韩国也哦，射死他！哦，翻起来了，翻起来了！完蛋蛋，没了没了没了，撤退！那个墨菲特直接撞他，他跑不掉。哎、欸！哇，不是啊！哇，你们退不掉、啊，退不掉，退不掉，退不掉，那好像没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家这边的狗怎么都会发出这种声音啊？也感应开大一点。有可能是，那是狗的声音哦、喔，我还以为是哪个椅子坏掉的声音、喔。早上我听到摩托车的声音的时候，它就会开始这样改，所以应该是它主人出去工作了，所以这是一个战吼。上班加油，上班加油，这种。没有人会一直学这个声音吧？每天的早上六点到七点跟晚上、啊，说不定他在那个啊，他在暖身啊，暖喉啊，那叫什么、啊？暖暖喉，开嗓吧，开嗓哦，开嗓哦，暖嗓啦，暖嗓啦，不是暖喉啦，我都忘记是嗓子了，太久没用了，都不知道那怎么念。说不定他是那个啊，我有一颗。两个一起，越跳越带，特别了不。现在加入支持者有机会抽阿北的钱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，哦，要加还是加我这边吧？靠北，钱给老王赚，我还要抽钱给他。什么水平？你不是要帮我们冲订阅量吗？你不要这样想嘛，订阅、啊、钱我还是分你一半的啊。我还是很亏啊，说实话、啊、你没亏吧？怎么想你都没亏吧？你赚了27亿耶、欸啊！奇怪、欸，哎，我都亏吧？哇！你他妈的！我也没知道。阿北可以成立一个 IP 买版权给我们，还是那个 Whole Your Life 就交给你了？人家是压股，你是 bag 股，有三叉眼。你要干嘛呢？炸弹应该丢不到这里吧？哎、欸，他回去了，他回去了。阿北 life 听起来像里面有胖胖不穿上衣的，是吗？不穿上衣，我打，我还不打创探上路，不穿上衣。哇！哎呦，我刚刚很努力的水标出来，喷出来，结果是放的时候放太大力，整个喷出来。受不了了，烂嘴魔投降了。烂嘴魔，冷冷的时候会靠一发发热吗？你靠一发的话，应该是会损失热量吧？对啊，会把一些热能排出去吧？不蛋蛋就好了，蛋蛋那么温暖。蛋蛋哪有温暖啊？蛋蛋很温暖，蛋蛋很温暖。蛋蛋是哦。弄掉了吗？弄掉了吗？弄掉了吗？老鼠血，老鼠血。大哥是一个人在这里爽爽的打哦，开锤全部踩在我的火上打、欸，对啊，还是他们是那个鸡桶哎，等一下，刚刚果头那一棒，那个是脑门快破掉了。蛋蛋是冷的，没有吧？蛋蛋应该是恒温，因为它要保存精子啊。对啊，很温暖、啊。精子太热太冷，它都会坏掉啊。好，我现在知道阿北的蛋蛋很温暖，谢谢阿北分享的情报。只有男生有蛋蛋可以取暖，不公平哎。大腿内侧这个夹缝这边其实一直都很温暖，你说还是因为我肉太多了？我的也很暖啊，我放下去二级烫伤哎，哇，精子活跃度低，胸部下面的夹缝，对、啊，那个也可以考虑一下。那个太少了吧，一根手指放进去就没了，空间太小。对啊，而且有些女生。还没有我的暖，还没有我的暖。好讲出来，好出来。我是要说，有些女生，很讲出来，很聪明啊，很聪明啊，会用别的方式来取暖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哎呦，哦哦，有要有啊 ！Shit， 出大事！我操，完了！你怎么在这么尴尬的位置？不对呢，怪怪的呢。
多、哦，求了吧？那怎么？阿乐好丑，阿乐好丑，我怎么说好丑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他说好丑。我听了什么？我难得失言哦，又要对线又要那个很烦呢、欸，你们不要吵吧。上次阿乐抽纸旗抽10000，结果粉丝抖10000给他。好啊，我要10000块都给我。你不用了吧？你8万金币就抽到了。那没事，你八个巴掌就不错了。我干的。是啊，不是啊，我还要抽娃娃。挖你个头啊！挖你个屁呀！真挖的。赵学长。赵学长，你怎么了？不是啊，我以为那个姐妹只有一个啊，没想到姐妹都在啊。哎、欸，女生上厕所没有在落单的好吗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在干嘛、啊？不知道，我想说刚刚有一个去洗手了，我先打另外一只哦。我们连洗手都要同步啊，一个人先出来就必须要站在门外面等、啊。哦，学姐来帮忙了，看他们叫两个女生来叫嚣啊！你是来是靠背啊，我烦死。白痴女人。哦。哦、我说这两个角色，女性角色，好吗？原本直接跟他谈一下，快点！我要开始说很过分的话了。怎样？请说。没有，开玩笑的，我在心里讲完了。讲出来。不能讲。讲出来了。不能讲。拜托啦，给你一个完美号召，赶快讲。现实玩不到女人，所以才在那边玩女人。哦耶！耶耶耶耶耶！还要用装可爱的语气讲。你刚才直接 Q 一闪，应该可以插起来。但我对 Q 一闪没自信，我怯懦了。怯懦，涵盖饮料，这是怯懦吧？那是落剑吧？落剑头发的啦，对啊，干阿北那个、欸，我一瞬间还欸，我还发出了欸的声音，我真的太丢脸了，我。是我在用的洗发精啊。你真的有在用落剑吗？没有啦。我现在点的天桥下，它有一个东西是咖喱鸡腿排饭，然后是买一送一，那你知道它一份多少吗？一份多少？400。okay, 那就是200两份啊，那就不行。哇操！阿北，你也太不拘束了吧！哇！干你娘！打那个娘啦！打那个娘啦！注意啦！注意啦！注意啦！快点灭我！怪物小心哦，我跟小肉都不在了。而且那个假的 ATM 还租一个店面呢、欸，真屌！好屌、喔、！Nope， 我很痛，你在那边跟我闹，看不起我哎、欸，好痛啊、喔！他也好痛哦、喔，我看不起他。哦，我那边人死边操作，我的屁眼！快先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你可以先去了啦，因为这场应该啊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好呗，那我要下了。好的，啵啵，好啦，感谢各位啦，先到这里啦，拜拜。